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夫妻肺片，我是 Miki。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在这里做开场拍片呢？其实呢，今天就是伟哥的生日啦，所以我今天就想着带他出去吃餐好啦，还有周围走走和他庆祝生日。我现在就带大家出厅看看伟哥现在剪紧片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，会不会很惊喜啦。带大家出去。伟哥，我们出去吃。你做紧咩？佢而家就剪紧呢一条搭马航嘅片，你哋未睇记住睇翻啊！几多睇啊？俾大家睇下今日出边好大雾啊！但系见到双子塔喎。系啊，见到双子塔，大家见唔见到啊？喺呢度，呢度。好，我哋而家就出发。而家就等紧车，终于上咗车。而家好塞车。伟哥几多岁啊？18岁。我哋就到咗我哋今日嘅目的地啦，呢、這个就系乐听。咁咧，如果大家有睇过啲旅游节目咧，都知道乐听系个地下咧就系十号胡同，系好多人去嗰度食嘢啦。咁十号胡同就系一个 food court 嚟嘅，之前蔡澜都介绍过。我哋跟住28岁嘅位置，都饱我年纪啦。呢度有铁板烧食，呢啲都几贵啊！呢个238蚊一个 set， 其实佢嘅价钱同日本差唔多。可能貴過日本少少。我 explain 個名都俾你知啦。Actually 我哋係我哋啲 Japanese shop 小朋友食嘅，佢哋專門嚟嘅，係嗰個 buffet style。所以100分鐘入邊你可以任食咯。我哋有三種湯底俾你揀啦。呢個係小布小布，係清湯。我哋俾你嗰個芝麻醬同埋嗰個醋攞嚟點嚟食咯。呢個係黃牛咯，我哋我攞三批紀念相啦，有咩需要去加嘅？好，唔該。唔該，你睇下。好。好似都幾唔錯啲嘅。大嘅，但係佢冇咩面味道嘅湯。呢個係芝麻醬啦。好。呢個係醋嚟嘅 ，orange 味嘅。呢有熱茶、凍茶同埋水嘅，呢個就免費加嘅。呢度出邊咧有個飲品吧啦，就係一啲菜嚟。咁你就可以無限咁樣去添加。呢度有飯，呢度啲肉咧好似幾靚。好暖和喎，呢度。嗯，好暖。正。睇下有冇雪花纹。呢个系盐熟嘅老婆。呢个系生日礼物。Oh no！ 我生日礼物系一块蕉。佢只肉咧，本身就冇咁暖，但系都几好食。我哋特登叫咗一碟普通嘅牛肉啦，咁大家可以睇下嘅对比。呢一碟咧就系、是。咁呢一碟咧就係普通嘅牛肉，但其實食落去個肉質都 OK， 但係呢一邊咧就 soft 啲。係啊，呢個口感係好好食。差唔多入口即溶。但係又唔會好流咯。嚟咗個烏冬啦，佢係暖暖地嘅。呢度加啲湯，蒸鑊。是不是好吃啲啊？嗯，即系好食到。啱啱就嚟咗个雪糕啦，我哋嗌咗 green tea。
好唔好食？佢咧啲雪糕入面夾住啲，即係啲碎冰啊，佢係切係即刻整上去。你睇個妹妹仔。想再食多。其實最令我 surprise 嘅就係佢個碗都係凍嘅。即係其實呢一樣嘢係日本餐廳先會講究嘅，就好似日本人飲啤酒咁樣啦，佢哋會先將嗰個杯雪落去個雪櫃，跟住然後你斟完啤酒出嚟咧，佢係成杯都係好凍好冰凍，好似我而家呢個雪糕咁樣正嘅。我哋食完雪糕啦，太好食啦！我食咗四個。我哋啱啱就食完個阿布沙布，真係好好食，尤其是個雪糕啊！但係都有啲貴，300蚊個都，每人100幾蚊馬幣。嚟到我哋屋企附近嗰一個商場，其實我幾中意呢個商場，好民生。佢而家有一個萬寧嘅開倉啊！生日的第二個節目就是買餸，好無聊的生活。是不是用鹽水浸住呢？這一隻要不要明天吃？好啊，清腸胃。大家知不知道這些是不是新鮮的肉？我們發現來到這裡之後呢，濕氣很重。這一間的 cheese tart 很好吃，我們現在要買一兩個開始吃。剛剛就買完餸了，現在就走回家。現在就跟著偉哥回家。兩個小 cheese tart， 老公幫忙點蠟燭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，希望我哋 YouTube channel 越嚟越多人睇。耶！食蛋糕啦！開心。其實本身想買個大個啲嘅蛋糕，但係我哋兩個人，所以我哋就買呢一個塔。呢個塔真係好好食咯！睇睇下個塔，芝士。好肥啊！一開始真係要減肥。嗯。但係真係搞半碌啲嘢都冇時間做運動。兩個人咁樣簡簡單單過一個生日已經好足夠，我覺得。兩個人一齊食一餐好嘢，然後散步買餸。最重要是什麼？最重要是 有老婆在身邊。好了，今天我們這條片就到這裡完結了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類型的片，就記住給個 like 我們，然後記住訂閱我們這個 channel， 之後我們會分享更多在馬來西亞居住的影片。我們都看到大家在我們影片下面都有留言，馬來西亞的朋友真的很熱情，還有你們的留言都是很正面，你們說我們很正能量，其實你們更正能量過我們。你們給的留言令到我們更加正能量。是啊，是啊。如果你們還有其他地方啊，或者景點想我們去的，或者想我們拍片的，那你們都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。最重要是推薦有什麼好吃的東西。這個我太餵食了，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。最好呢是推薦一些又便宜又好吃的東西啦，不過如果貴一點都 OK 的，間不中一兩餐。大家記得按個鐘仔啦，如果我們有最新的影片你就會收到通知的啦。好了，我們今天這條片就真的到這裡完結了。拜拜。做緊咩啊，偉哥？洗碗啦。
嘥咗堆西碗。唔緊要啊。好慘啊！嘥堆西碗。